重新开始，战斗不能停止，你是我的天使，为了守护你的真。这一天就来临，权力开始狂奔，权力开始变身，权力开始变成你的守护神，为你改变星辰。权力开始奋战，权力开始瞄准，权力开始拯救我深爱的人，为你奋不顾身。把命运赶走，不惜一切代价为你去战斗，守护着你权力主体的那个我，停止挣脱缠绕灵魂的枷锁。我不要圣洁的爱是种无奈，但当愤怒让黑暗不复存在，寂寞无限的力量就冲破困境，用神我把邪神你都击败。小燕哥，今天下雨，有人在操场上投放了大量的干冰。干冰？投放干冰干什么？一般来说就是无聊的恶作剧吧。其他同事已经在宿舍埋伏了。报警说看到通缉犯的学生呢。丸子姐正在问话。走。他跟我住一起都快半个月了。哎呀，我一直以为他是我们学校的大师哥。他平时也不爱出门，每天都会请我吃饭。只要让我给他带一份到宿舍就行。要不是我今天看到那份通缉令，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呢。你别害怕，他离开宿舍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哦，他说我必须要去见他，然后就急匆匆地走了，好像很急迫的样子。男的他还是女的他？这我不知道。小丸子，通缉犯八成不会出现在这里了，你放心吧。住一起那么久你都没事，以后也会没事的。谢谢你，做完笔录签个字你就可以走了。嗯，收队。醒了，小乔。昨天没来得及打招呼，小乔，我见过你的，我住在田径池对面，是她的闺蜜。是你的话，我就放心了。你给我注射了什么？我难受。够了，不要再掏心。我根本就没有杀人，你们凭什么把我抓起来？通缉令贴的满大街都是。你一定要杀了他们才能解决问题吗？江一恒，你听不懂人话，我没杀人。不要再狡辩了，哪个杀人犯会承认自己杀人？我最喜欢女孩子了，我干嘛去杀他们？别吵了。很抱歉，云云，之前招募你时，蝙蝠应该给过你警告，我们可以帮助你。
但是，一旦你做出有可能暴露我们超级人类的行为，我们就不得不插手了。没有暴露啊！你的通缉令贴满了大街小巷，你还没有。小九，我也是被冤枉的。闭嘴！ 像你这种只懂得吃喝享乐的人，根本就不懂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我们隐藏身份，小心翼翼地活着，你却招惹警察，还被通缉。就算你不主动暴露，一旦你与警察正面交手，不管是逃走还是被抓，你都将会被发现是一个真奇动物，一个行动迅速、力大惊人、不老不死也不会受伤的人。 对我们的族群来说，你就是一颗定时炸弹，所以你不能再出现在社会里，起码最近几十年不可以。等所有事情被淡忘后，我们会看你的表现，决定要不要让你重回社会。 你们都已经什么都想好了，所以我说什么也没用。我不能让你为所欲为。独裁者，随便你怎么想。如果你不懂得约束自己，你的人生就完了。幸亏我没有加入 S 组织。 让你这个独裁者领导，我的人生才真的是完了。不放干你的血，让你躺着几百年，看你是不知道悔改。还有你，刽子手，你，我们观念不同，多说无益。明天会放干你的血，让你休眠。等等，你还有什么事儿？ 想给叶美香打个电话，你放心，他是个普通人，又能做什么？你们不找他麻烦，就不错了。他那个人很蠢，如果我不去的话，他会一直等。手机给他。 真吗？还真能猜到啊！我看到通缉令了，你在哪里？当然是躲起来了。我现在都是通缉犯了。别说了，你不会做那些事的。你最喜欢女孩子了，只会送她们很多玫瑰。 所以不要再说了。你一直这么傻，可怎么办？小时候就这么傻。你想起来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如果告诉你的话，那我们的约定就没有意义了。 ET，还记得吗？我叶美笑，不允许别人欠我任何东西，约定也好，约会也好。你欠我一次约会，所以我会一直等你的。 等我，我等你，叶美笑。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为了告诉你。
不要等我了，我不会来的。你这样胡搅蛮缠让我觉得很烦。之前答应约会，也是你逼我的。我没有办法忍受不和其他女孩子来往，我就是喜欢沾花惹草。你做什么都没有用的，你以后。 一个人好好过吧，不用在操场上等我了，不要丢三落四的。睡觉记得关好门窗，晚上可能会下雨。有时间多去看看你外婆，不要把时间都浪费在我身上。 时间多去看看你外婆，不要把时间都浪费在我身上。你刚才说你家保姆跟你一起制定的暗号，到底是什么？我以后遇到危险了，可以跟你用吗？算了，那你还是不要说了。我去外婆家了，记得告诉外婆，外婆今天做饺子，外婆让我去买东西。 等等，这些跟外婆有关的。外婆怎么了？我外婆已经去世了，所以跟外婆有关的互动，都是为了传递我遇到危险了这句话。你们这次一定要帮云珍。美笑，别激动，坐下好好说嘛。我都糊涂了，你怎么断定云珍是妖怪？ 你不是管薛灵乔，也叫妖怪吗？对，但是，一般情况下不应该理解为昵称吗？很多人的网名还叫蜘蛛侠呢，他们也不会吐丝。嗯，你刚刚说云珍和我一样，你都知道些什么？知道的很少，都是靠推测的。 妖怪虽然是昵称，但你们跟妖怪的性质应该差不多吧？如果我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你们指正。我7岁的时候离家出走。 也就是1996年，遇到了这个人。照片上的人叫小云，我们往最小里算，也至少有18岁。3年前，2014年，我还在读研究生时再次跟他相遇，也就是过了18年后的相遇。云珍，应该有36岁了。 那么3年后的2017年，云珍最保守的年纪应该也快40岁。40岁，纯粹长得很像的人，这世界上也有啊。嗯，对，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可是稍微相处一下就发现，姓氏、性格、观念加声音都一模一样。于是我就调查了一下他。 查到什么了？云珍在几个国家都有房产。她是5年前来国内的，加拿大籍华侨，也没有工作。所有的钱都来自变卖所谓的家族遗产，一些价值不菲的字画和古董首饰。可是我根本查不到她的家族信息。她这个人可以说是。
凭空出现的。云真这么多年，为了掩饰自己的特殊性，都没有朋友，女朋友也都维持很短的时间就换。可是，他却住在了你的家里，跟你成为了闺蜜。这太不符合他的行为逻辑了，所以我就稍微调查了一下你们两个。你的生平履历很正常，直到半年多以前出了车祸，我看了照片，你能活下来真是奇迹。从那以后你就凭空出现了，积累财富的方式跟云真一样，变卖古董。你和云真的相似度太高，我不得不有个猜测，那就是有一种人类不老不死，在这个世界上不停地变换着自己的身份生活着。只凭这一张照片，你就能按图索骥出这么多信息？福尔摩斯说，除去所有假象，剩下一种解释，无论怎么不可能，都是真相。事到如今，我就不瞒你了，我们的确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不过，你怎么会觉得云真遇到了危险？如果云真是被警察带走了，那么他不需要舒安宇，只要让我给他请律师就好了。舒安宇的话，就是遇到危险再求救。云真不是普通人，能困住他的肯定也不是普通人。怪不得叶美笑能读完博士呢，这根本就不是普通人的脑袋。所以他们算什么呢？类似吃到了唐僧肉的那么一种人。以后再向你们请教这件事，现在事态紧急，你们知不知道云真在哪里啊？看我干什么？干什么？有什么不能在叶美笑面前说的悄悄话吗？你确定想救云真吗？当然了，她虽然脑袋不太好，但勉强算是个不错的闺蜜。你知道云真在哪儿？大概知道。在哪儿？莱恩那里。S 组织的黑头目。但是救云真的话，我是不行的。你打不过他们？虽然我不行，但是你可以。我？果然还是需要我的肉体吗？哦，吃点东西吧。什么呀，分个手哭成这样，以前也没见你对哪个女孩子这么上心。我要被反感写休眠多少年啊，说不定一睁眼机器人都统治世界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点东西吧。吃饱好上路是吧？我不吃。那就饿了再吃。没注射抑制剂前你都打不过我，何况现在，别白费力气了。
你这既是什么东西？就是专门对付你这样的超级人类的。大小姐有何贵干啊？ 你是紧张吗？我是在想，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全交代了，除了这件事，只有单独去见外公的事，其他真没有别的了。你说实话，你是不是答应了我外公什么条件？没有。 外公让我离开你，我拒绝了，因为我爱你。就这样，真的没有别的了。这种话能随随便便说出来吗？什么话？我爱你吗？不用说了，不用说了，在外面呢。你的意思是，在家里要多说？ 也不用一直说，这种话听多了也会免疫的。懂了。二位客人想喝点什么呀？今天就由我来服务二位吧。老板，能不能给我来一杯喝了就不会说谎的酒？ 虽然没有你说的这种酒，但我以前也没有骗过你啊。只是隐瞒而已。我知道，文字游戏。现在知道了我是超级人类，连一声小舅都不愿意喊了吗？你们一个两个的都瞒着我，我还不能生气了？ 瞒着你，也是为了保护你。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很想单纯的只是你的小舅。你和薛灵乔在一起后，经历过的困难，我的人生中全部都经历过，甚至比他经历的还要多。这种经历，让我不得不学会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我也觉得小舅瞒着你是对的。 我今天不是来兴师问罪的，我是为了云真的事来找你的。你应该知道他被通缉了吧？那不是他做的。通缉令是小燕发布的，警察没有足够的证据是不会随便颁布通缉令的。警察做了警察该做的事，你又不是警察。退一万步来说，就算是云真杀了人，也不该是你来动手弄死他吧？ 那你也是谋杀呀，是不是该正义凛然的自杀一次，以示公正？小芝，你和薛灵乔在一起后，应该知道我们超级人类的难处，我们不能曝光。一旦曝光，将面临普通人无法想象的灾难。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将来有朝一日能够光明正大的作为新人类活着，争取我们自己应有的合法权利。在这之前。 有些牺牲是难免的。你们想要牺牲的人，只要不伤害到别人，你们爱怎么牺牲都行吗？干嘛要把你们的道德标准强加到云真这种不吃喝玩乐就会死的人身上呢？看事情不能只看表面，在我这里，云真才会真正的安全。你知道的，他又不会死。放干血休眠只是一种惩罚。私设刑堂，就是另外一种犯罪。 同样是犯罪，为什么你犯罪就要比云真高贵？这不是会不会死的问题，不是他做的事，凭什么要冤枉他？为什么要让他来承担后果呢？所以，你不相信证据。
只是凭感情相信他无辜。虽然那只害虫不是什么好东西，但也不至于坏到杀人那个地步。我同意田静直的说法。爱情的力量还真是伟大啊。你跟小直好了以后也变得感性了？不是感性，是理智分析后的结果。云真没有前科，也没有杀人动机，这是一起栽赃。就算你制裁了云真，真正的幕后黑手依然在作恶。如果你真的想要保护我们族群不暴露，抓住幕后的人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而且我相信我们都有过休眠的经历，很不舒服，对吧？虽然在休眠，大多数时间是在浑浑噩噩地沉睡着，但像做梦一样，偶尔还能听到声音，也有清醒的时候，能思考，不能动，不能说话，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够重见天日。那种无力感、孤独感和遗弃感，每时每刻都能将人逼疯，不是吗？我之前沉睡一百年，是被信任的人杀害；你被冰封了二十年，还不是一样很不好受吗 ？S 组织不是给超级人类提供庇护所吗？被冤枉的超级人类也有责任帮他们洗刷嫌疑。只要找到了真凶，那么通缉令不就可以撤掉了吗？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相信证据，不认为云真是被陷害的。白露的分析。对。那既然是我们相信他，这件事就由我们来证明吧。你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既然你这么坚持，我可以给你时间。云真，我要带回去的。在我这里，可以保证云真的安全。不行，我一定要带她回去。云真只有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我才能放心，否则我觉都睡不好的。如果她对你不利，有我在，我来担保。嗯。老婆是我自己的。我不会拿老婆的性命来冒险。不愧是我的小舅，我伟大的小舅。嗯，如果不答应你的话，就不是你伟大的小舅了。哦，不如再赞助我一口井吧。走开，你这个死要钱的小鬼。我不要公主抱。哎，都这个时候了，就别那么多讲究了。不要，小心啊。老实点。云真不见了，他跑不远的。我知道，我让薛灵乔把他带走了。带走了？为什么让他带走啊？他相信云真没有杀人，我答应给他一个星期的时间找出凶手。如果找不到凶手，他要亲自把云真送回来。云真注射了抑制剂，起码一个星期内会像重病号一样，没机会走路。所以。就凭他的一面之词，你就让他带走了云真？我们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才抓到他，就凭薛灵乔的一面之词，您就放虎归山了？我们要争取薛灵乔，就必须让他心服口服才行。他
如果想要加入，早就加入我们了。他跟那个云臻一样，根本就没打算加入。为什么我们事事都要让他徐灵乔满意？也好啊，就像当初你加入时，是因为在这里，你找到了要加入的原因。每个人都是这样，这没什么区别。你不就是看中他能力强吗？所以才会对他一再妥协。没有他的话，我们的组织难道就发展不下去了吗？一航，你冷静点。我没办法冷静。你难道忘了吗？我们还偷走了他的孩子。我们的计划是几十年后，臭九宝宝长大后我们再告诉他。既然你现在这样妥协，都要争取他非他不可，你不如把老大的位子让给他坐好了。美少姐，你能坐会儿吗？你走来走去，走得我头都晕了。冯东东，嗯，你跟他们住在一起，不害怕吗？害怕什么？不是很酷吗？大乔哥人很好的，云臻哥虽然有时候下手没轻重，但他经常跟我一块玩游戏。我们是队友，是在游戏里可以将后背交给彼此的那种关系。所以，他们生来都是正常的人类，只是后来濒死时基因突变，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对啊。哎，美小姐，你在想什么呀？你可不要做一些奇怪的事情，这种几率低到可以忽略。怎么了？哦，他被注射了抑制剂，现在大约就是手软脚软，全身不舒服，类似于重感冒的状态，代谢掉就没事了。这家伙真的死沉死沉的，你快把他拖进去吧。哦。哎，我说拖只是一个说法，不是真的让你在地上拖着走。我知道，我只是想这么做。对不起啊，他们俩平时就是这样的，你揍揍我，我揍揍你的。不过大多数时候都是大乔揍云臻，你心疼了吧？反正拖一拖也不会死，他惹这么多事情，不是活该吗？米萨基酱，你真的超酷的。今晚睡我家吧。好，我去看看云臻就过去。你怎么还不睡？快来睡。
那稀薄的。